姐好，我今天要介绍的是没有尾巴的狐狸。没有尾巴的狐狸，它有一次在山里走路，然后突然掉到一个陷阱里，然后它的尾巴被捕鼠器夹到，然后好不容易才挣脱出来。然后它的尾巴被夹断了，然后它就觉得很不习惯，然后请别的狐狸，它就说：“你不觉得这样子有尾巴很愚蠢，而且跑步都会，如果被猎中，一下就会被猎中了。”所以它就叫他们的同伴把狐狸，他们的尾巴也。他也不要，他们也一般，不然这样很不方便。其实不是这样。